说圣母院急诊室有纠纷啊，那兵经本所员警前往啊，那到达现场啊，见一名当事人啊，在急诊室与医生跟护理人员大小声啊，那经初步了解，是因为他，医生的这个医疗的过程啊，他觉得不满意啊，所以在急诊室找医生理论啊，然后经过医院要求说呢，能不能将这个当事人啊，先带离到，就是说请到外面去啊，那当事人，也不想离开，所以本所以强制代理方式将这个当事人以两位保全驾离到外面。那在过程中啊，这个当事人极力反抗啊，所以极力反抗取缔失控，所以咬伤本所员警黄姓警员的左手背。那在过程中又挥拳殴打到圣母院的保全人员，那两位保全人员也受伤。那经对这个当事人提出伤害高诉，本所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移送侦办。